你们结束了，该我了。这个妖王没在情报中出现过，或许他就是破阵的关键。程勇，看我的大毁灭光线，快躲开。阵法竟然还在，那接下来就是你。我用毁灭光线把他轰出来。黄耀兄，你来杀了他。竟然能打飞我的血刃，看来只能用无尽刀了。护身领域被打破了，誓愿神秘术，去死吧。北君，继续，下一刀我一定杀了他。北君的分身，大阵也崩塌了，不能跟他纠缠了。黄瑶，休想逃。你杀死的只不过是北爵的分身，真以为我怕了你吗？啊，找到孟川了，能隔绝袁出山的探查。妖族这次明显是冲着孟川去的，我的分身只有三成实力，怕是救不了他。听我，我派分身去剑皇城替你镇守，你用本尊去救孟川。好。剑阵，孟川，等我。今天我就要为先锋报仇。可恶，阵法已破，我一时半会儿杀不了他。再拖下去，就会引来更厉害的神魔。染血分身断术。黄瑶，我不会让你逃的。孟川没有再催动青云天。危机应该已经解除了，不过对方是妖圣，一定要快点赶过去。血刃盘，真是阴魂不散，分身都被击破了，只能通过最近的世界连接点逃进世界间隙。如果要进入世界间隙，需要打破两层魔壁，来不及了。他要做什么？他破开了世界魔壁。你一个蜂王神魔，敢跟我去域外吗？又让他逃了。雪峰，对不起，我还是没能替你报仇。孟川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黄瑶呢？他破开了世界魔壁，逃到域外了。他走后，你在原地没有动过？是。怎么了，师尊？果真如我所料，那黄瑶不过才恢复到五重天，域外那种环境必须得妖圣以上级别才能存活。事实是他在冲进域外的瞬间就舍弃了肉身，元神则潜入了洞天世界并进行夺舍。什么？出来吧。饶命啊，青乌尊者！我知道妖族很多秘密，留着我一定有用。师尊，要留他吗？留？薛峰的命谁来偿？师尊，师尊，就是这里，他们并未来得及把阵法收走。此阵法能隔绝天地，隔绝时空。去，拆！好厉害！幸亏我修炼了十三剑煞魔体，对阵法有研究，不然还真不知道如何拆除。师尊好厉害。行了，这阵法价值极高，而且是你拖住黄瑶我才有机会杀他，都不知道该算你多少功劳了。我现在的功劳已经很多了，能不要吗？怎么还有这种要求？不行。为什么？等你成为造化界才不会算功劳，这是袁出山的规矩啊。你继续在地底探查吧，遇到危险记得及时求援。是。弟子自创的云雾龙蛇身法已经达到了法域境，肉身也能进入深层次的虚空了，一般的五重天妖王我还可以对付。或许在他身上真的能出现奇迹。
失败了，三绝阵丢了，而且黄瑶也死了。那个神秘神魔能够潜藏在深层次的虚空中，护身手段也很厉害。那你亲眼看到总知道他是谁了吧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人族一共就那么些神魔，怎么会不知道？他还戴着面具。戴着面具又怎样？难道凭招式还认不出吗？帝君要实行咒杀，那也得知道对方是谁呀。招式也没见过。我该怎么跟帝君交代啊？九渊来信说任务失败了，搭了一套阵法和一个妖圣，却连对方的身份都不知道。人族的神魔情报从几个宗派就有记载，怎么会查不出？真是一群废物。我的咒杀之术要么有血液头发为宜，再不济也要知道姓名才能施展，如今不知道对方是谁，我就没办法了。这神秘神魔不除，我妖族的数量优势就无法施展。这么下去，若真是被人族拖上上千年，两个世界开始分离，我们就彻底没希望了。让世界间隙接引五重天妖王，他再怎么厉害也不过是一个封王神魔，躲得了一次还能躲第二次吗？五重天妖王要派，不过对付那神秘神魔我们还有一个方法。参见帝君，不知帝君召见属下所为何事？限你一年内夺舍，去到人族世间。帝君也知道，妖圣夺舍后最多只能重回妖圣界，之后便不能再提升。我没那么多耐心，去的话，因果一脉最高绝学妖星卷就是你；不去，你应该知道后果。属下听令。就这么死了，还真是便宜了他。安海王，好久不见，相信您已经得到消息。如今黄瑶已死，不知能不能平息您心中的怒火？哼，黄瑶是袁初山杀的，你妖族有什么脸来见我？不要这么激动嘛，我这次来是为了告诉您一个好消息。您一直想要的时间一脉帝君级绝学，妖族同意给您了。人族帝君级绝学少得可怜，时间一脉更是一门都没有，所以你才会跟我们妖族做交易，不是吗？说吧，你们想要什么？黄瑶是在劫杀袁初山神秘神魔的时候失败，才被秦武所杀。你要做的，就是查出那个神秘神魔的身份。我说过，我不知道，也查不出。三门时间一脉帝君级绝学，换一位神魔的名字，这交易可是很划算的。我相信你一定查得到。好久没这么畅快了，大昭境内终于全部探查完毕。是时候禀报云初山了。